五月十日，资深影视女艺人柳嘉玲及温碧霞在中环出席哈哈熊猫艺术展览的预展酒会。嘉玲姐姐坦言，现在的自己是一个非常充实的人，除了拍戏外，还身兼经纪人、幕后制片人等多种职务。虽然有些辛苦，但很享受工作中度过的每一段时光。谈到做经纪人一职，就不得不想知道她可有为老公梁朝伟接到合适的工作。最近有一个剧本，他好像有一点点兴趣，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兴奋的，因为我好像第一次帮他接到一个他喜欢的工作。对，我成功搞过去了。还有，我希望能够促成这个合作，那我有一点点成就感。嘉玲姐喜好爬山是众人皆知的一件事，所以每次聊起这个话题都表现出十分愉悦的样子，更会在网上津津乐道跟大家分享爬山的好处。今天提及在微博上写有当下年纪更需勤奋的文章，她坦言这是近日自己在回顾从艺多年的经历，在正视目前的演艺现状后有感而发。我是有感而发，因为我真的到了不年轻的时候啊，所以一定要节制啦、勤奋啦、努力再努力，要不然肯定很快被人家淘汰了。节制是饮食方面？对对对，什么都要节制，你的言行啊、饮食啦、体重啊都要节制，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筹码可以去消耗了，我只是可以要保存我的实力。非凡娱乐实时报道。